Hello， 孤城人在这里哦。今天我们来到相公所打卡戒苗。那今天我们在卫生所来打卡戒苗。那卡戒苗呢是免费的，所以你只要把你家宝贝带过来啊，十一点前要挂好，挂完后呢，然后就准备排队打卡戒苗了。只有礼拜四可以打卡戒苗哦，很重要，也是第一次我进来相公所，毕竟我三十几岁第一次进来相公所。跟你讲，你在笑啊你，等一下就笑不出来了，跟你讲。我看你还可以撑多久，希望你不要失控啊。刚刚我听到小孩子里面叫超惨的，叫得跟杀猪一样，妈吓死我了。你会是哪一种呢？是杀猪的还是冷静的呢？还不晓得。晨晨，你们就似曾相识，乖哈、哦。还有没有吃过这个？有。怎么不哭？也打了四卡戒苗哈，周五九月会施打，等一下会在他左手臂打一个小泡泡，说回去帮他剪了指甲或穿有袖的衣服，他比较不会去抓伤口。好的。那整个伤口愈合的时间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。好的。对，卡戒苗比较特别一点，刚开始打的第一周的时候，这边会有红口，第一点点是正常的，擦药包扎都不用，洗澡正常的就好了。真的，如果有毛流出来，用个纱布把它擦掉，不要特别挤出来。可以游泳吗？可以啊，不影响，不影响的生活就好。要很好的保养。哦哦。是像这样子。卡戒苗很痛吗？卡戒苗也蛮痛，但没有这样痛。好，来吧，晨晨，好乖，爬爬爬爬。不要笑了。冷静点，爬爬比较害怕哦。卡戒苗。粉是水晶跟粉剂混成一体，那这是稀释过后的。好，稀释后我们可以开封用六个小时，二十个小时用。等一下我们会抽0.05cc，然后爸爸来抱这个。对，我抱，我抱，我抱。有点勉强的感觉。之前打预防针都谁抱？他抱啊。之前是打脚，第一次打手臂，不晓得会有什么反应。变凉的，但是他很勇敢。对，卡戒苗。不，他之前打都会哭啊。可以打在这个地。这个也很痛。把它脚放下来，脚稍微动一下，修好，这是腋下夹着，你的脚脚稍微夹住他的脚脚，然后你右手扶他的屁股，左手扶头，手跟肩颈这样贴着你的胸部，你就坐正就好。等一下哈，然后你脚脚夹住他的脚脚，哇，力气很大呢，你脚脚先夹住他的脚脚，没关系，夹得住嘛，你先移动一下你的脚脚。神器，神器，神器啊！要贴好你的头顶，要不要贴？做好表情，做好表情，做好表情。勇敢，勇敢。天啦！头帮我压好就好了。好好，勇敢。好，一二。有一点那个白白就是卡戒苗了哈，那等下有点流血是正常的，没有关系，然后衣服盖着没有关系啊，不要特别去包扎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其实还蛮冷静的嘛，我觉得。他是被抓住才哭。给他休息一下。我是打针哭的。啊，这只给我，拿一针，这只给我。啊，生气。好了，没事。没事啊，晨晨。虽然说痛的不是我，是晨晨。不是，是因为他前面就先哭了，因为你把他抓住，他不舒服、啊。我发觉是我把他抓太紧，他不爽，去打没那么痛。打完卡戒苗了、啊，而且相公所其实大概等了，我去卫生所大概等了30分钟啊。反正进去有些是演戏派的，演戏派就明明针还没打下去，然后就哭了。对，可是他哭是因为我把架子给哭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要回家了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就先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